一点零二分的时刻，录制了一个梦。见到了，我已经知道，有个人在一个窄窄的小船上面，本来好好的，也没人关注他，他一直谈一个名声变到了，被关注到了以后，就后面人家就不会放过他了。这个他要脱身了，就花了很多钱了。现在吧。啊。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王菊之案呢他就是大外宣的一个啊，然后呢他不断的要介入各种热点话题里边，介入热点话题里边以后呢然后引起人的关注啊，引起人的关注，但是那个苍蝇呢见识救过去，见识救过去的时候，有时候也会碰到那个粘苍蝇的胶上面啊，粘住了啊，被粘苍蝇的那个胶粘住了啊。原来人家不知道的，以为他是所向披靡，到处是蝴蝶啊，以为是这些生姜啊，这些生姜遇到麻烦事了啊，遇到麻烦事了，遇到了不止一件的麻烦事啊，这件事麻烦事。确实很麻烦，很麻烦啊！最后只能呢，灰溜溜的用钱去打发。啊，大家都不再说这个事情了啊！之前他忙着那个用钱打发这个事啊，花的钱不是一点点的啊！当然了，这种人宣传的是，表面上的他自己的胜利啊，如果遇到麻烦事的时候啊，他这是不会讲的啊。麻烦是意味着，他的那个形象，跌了啊，形象跌了啊，他就，一旦形象跌了以后，就不那么值钱了啊。为了不让人家知道这些内幕啊，像这种运作是，他是不会让人家知道的啊。实际上这点赔了不少钱啊。正常情况下，好，再见了啊，再见了啊。